来傍晚的篮球场边帅哥，你想不到有多精彩。学姐，我买瓶水。好。西红柿还能这样的？你不懂，这是美女的自我修养。没事吧？就这样。没有，女人只会影响达到的速度。有水慢吗？啊，对。几块？两块钱。愿意请支持。扫码买水小本善意求支持。扫码买水小本善意求支持。没事，我请你啊。小五娘，你让一下，我扫地了。哦，扫地。哎呦，我操！由于原来的球场有比赛，于是我们中途换了场地。阿姨在干嘛？你看，你打个招呼。你好，阿姨你好。我们骑车子去吧，走吧。拜拜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姑娘，买瓶水啊。嗯，好。摆摊的卖水不容易啊，为了看帅哥嘛。小哥哥，可不可以加你微信啊？嗯，不了。水，我扫你。啊，这个手链还你。不用，这个。在帅哥都必经的地下通道，我遇到了意外之料的他。我怎么让我换皮呢？雨地广场怎么走啊？从十四号口出去。十四号口。十号口。14号口，就是那边十四号口。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哎。谢谢你，给我们健身费过来这一下。小姐姐，你今天要不要来健身？嗯，等我化完妆可以吗？好。嗯。哎，有没有那种塑形的码给我老婆报一下？你嫌我身高不好，我还嫌你丑。媳妇，怎么都行了？哎，不好意思。十四号口在哪儿？啊，就在前面右拐下过那个楼梯。我没找着。哎，绕了一圈。我带你去。我带你去吧。嗯，好吧。啊，谢谢啊。钢丝的甜筒加米线，你一起装我三十八。看你扣的像个三八。你说我三八，我还没算你弟弟庙呢。你那俩人怎么这么客啊？哎，你看人家小姑娘都说你呢。说我怎么了？说我你也不能差这个钱。啊？啊？看你坐电梯了，坐牛顿吧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反正呢，白炭，现行也上班真不容易啊。你这人怎么拿着手机啊？哎呀，快！手机还你。谢谢。没事，幸亏你跑得快。没事。哎，小姑娘长得好好看啊！谢谢。像那个网红刘思瑶哎。哎，七七样的尝好了。啊，给你的，七零的。谢谢。我也算是你眼睛没有的夏季甜蜜去了冰。今天来见识一下网红公司的上班打卡处。所以这么早就出去了。这停半个小时。这快递啊，给我吧。这在直播呢，这还有个5000的。有。好了。5000，你快递。哎，换。三幺，我考虑换个密码。换啥呀？陶如冰，迟到。是你的号吗？谢谢林冰天。好，我帮你找一下。中午去吃饭吗？你在上面，谢谢。我操，牛的一批！每次都没有说了，下次我听不懂了。每次都是
化了吗？终于有行动。我不应该瞒着沉默，假装冷漠，一笑带过。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，为你着魔，无法诉说。凌晨来大排档寻找高质量男性。你怎么还没来啊？热死了，人这么多，开始就到了。我看一下啊，还有四桌。你俩来了，这儿，哎，这边，快快快，搞搞。我去，23号，请就餐。我们几号了？我们是24。哎，美女，你是23号吗？啊，是。哦，到你了，到你了。你记得我们点的所有菜都不要加香菜和葱花。那菜都烧，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呀？你来匆匆拉屎，我哪能怎么等都等不到。来了，宝贝儿，我要放大，你忍一下。是吧？今天挺好吃，我加点牛奶。你的菜啊，黄哥放这儿。我都看到他跟那个女人。还让说，都他妈的是渣男，对，就是他妈渣男。服务员，这边加点东西。啊？哎呦！随便。小华为啥？没撞到你吧？嗯，这顿挺好吃啊。哎，小五，你还剪了剪睫毛啊？你这是。那我先生给你送点酒。美女，陪我喝一杯。哥们，他没空，我陪你喝。都说爱情要慢慢来，我的那个他却又慢半拍，等待你的每分每秒钟，爱在我的心口却又难开。楼下花美男咖啡馆开业，你一定想不到会发生什么。打开水都喝了7杯了。我就在那儿打开水。好，OK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吴谦进去了，厕所都爆了。他就是重新化妆了，最近挺好的，应该是。我们也可以搞一下。好的，你抽空去研究一下。好的，老板。行，我想问一个事儿，你这个是沉浸式化妆吗？那沉浸式化妆怎么沉浸？哎，阿姨，我这个不是麦吉林。不好意思，吓死了。注意点。死渣男背着我头巾，你这个手机加脚行不行？真丢人啊！非要就非要你薅我头发。大姐你好，您的草莓奶昔，谢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再给您换一杯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我能不能向你学习一下沉浸式化妆？可以啊。那我去拿把椅子。别沉浸了，咆哮吧，气垫口红。喂，周末去哪玩？沉浸式化妆不是要专心吗？嗯，一笔就画好了。什么声响？我能是什么？可以啊。哎呀，你看人家男朋友好温柔啊，不像我对象，亲戚给我点个孤寡。哎呀，他说他喜欢我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是个男的。喂，老板。我下午可能要请假。你好，刚刚那男生是你男朋友吗？不是。啊，那你有他微信吗？没有。啊，这样啊。我操，姐妹。服务员买单。美女，有人帮你买单啊？沉浸式化妆我学会了，要不要和我学会沉浸式化妆？